Мне всегда казалось, ч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фигура речи, что можно упасть со стула от смеха. Это, конечно,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от фильма Чаплина, Чарльза Чаплина. Фильм «Золотая лихорадка».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пал с кресла в кинотеатре,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выдержать, настолько это было смешно. 黑泽明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，他那个张力啊，他拍电影的张力，而且他每个电影其实都有很重要的讯息。看完了这个《东京物语》，我看完了以后，我记得特清楚，我站起来就冲那个电视鞠了三个躬。Well, the most influential film that really gave me the idea of maybe working in film was Godfather 2. 我很难可能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的是什么电影，但是我只能说我最深刻的部电影叫《阿飞正传》。J'ai commencé à avoir envie de faire du cinéma à 35, 38 ans. On fait des films sur quoi? On fait des films sur la vie, mais si on n'a pas vécu, on peut pas faire des films. 我觉得好的电影应该是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的。 我做一个电影，我希望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。 그 함께 살아가고 가는 사람들과 그것을 나누는 것이 가장 중요하다라고 하는 점은 아마 창작을 하는 순간 마지막 순간까지 동일한 자세이고 생각일 것 같아요. 就是你感觉哦，原来电影是不是仅仅是讲故事的，就是仅仅是诉说故事。然后它有非常多的就是技术部门，都是包含着语言的，比如说镜头语言、声效语言、光效语言。Я понял, что язык кино обладает невероятны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передачи не только вербальных смыслов. Можн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о зрителем на языке тайн, молчаний, созерцаний. I would just say it's not worth doing unless there's some personal emotional connection that you identify of why you want to do it. So I would just say examine that carefully. 永远找到自己初始那种怦然心动啊，最生机活泼的那样的一个初始的状态。从一开始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表演艺术家，这个理想到今天没有变过。 На наше счастье, кино появилось у нас не так давно. Ему 120 лет. Вот, и я уверен, что оно будет жить еще столь же долго, как и театр. Не поведя у тебя стреляла. Ты жидовка. Вы поняли, что она там. It's the magic of fighting battles beyond endurance.
我叫方哲青，是一名科研工作者。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节，做的是影片字幕翻译的工作。说到翻译时的心情，我觉得诚惶诚恐吧。我希望不只是把他们翻译出来，还要过自己这一关。要找到一个最好的译法，这还挺难的。比如我正在翻的一部电影，是根据卡夫卡的小说改编的。我也同时要看他的原著。 参考那些译者的想法，而且还要几个译本相互比对，找到那句最贴切的翻译。有时候就算已经交掉了，但还是会继续想有没有更好的答案。这种想法会在脑子里盘旋好久。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电影上面了。我妈妈的看法，她没有表态，没有明说，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。你怎么不考虑一下你的终身大事呢？ 这无穷的压力。最早的时候，电影节只有200多部影片，现在已经快400部了。影院呢，当时就10多家，现在已经40多家了。好片特别多，长片特别多，影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你如何分布，确实你要有一番考量。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它不是面对上海的观众，它是面对全国的观众。很多全国的观众，他会从 6月份的时候，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，我曾经碰到过有个影迷，问我这个片子到底拍的什么时候，我确认好了，我还买飞机票过来。碰到这样的影迷，我是很感动的，所以我就必须把准确的时间告诉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觉得自己也越来越老了，但是只要影迷信任我，组织信任我，我还会一直干下去。 我一天待在车里的时间啊，比我睡在床上的时间都要长，所以，我把我的车子也弄得像一个电影世界。我才不管什么路怒症，有时堵车，我只要看看安妮海瑟薇的照片就心情舒畅了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总会有喜欢电影的朋友坐我的车，他们一上车看到我这些东西，就能跟我聊起来，我也很开心的。 感觉自己也是电影节的一份子。因为利用自己暑假有空的时间，每天来为这个上海电影节，为这些爱电影的人做一些事情，觉得很有意义。每一场放完，就是在结束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灯亮了，然后观众鼓掌，观众走了，这几分钟内，然后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、很有成就。 其实能够知道这个平台，然后参与到这个平台，对于我本身来讲还是挺幸运的。其实我们已经意识到，中国的电影人或者电影力量史无前例的在进行一轮新的革新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，是让自己的写的这个故事，能够亮相，听听反馈。 我的一般都不会很少去介绍我的项目，我会先推荐我。
电影它是一个集体工作，它不是一个人在家画画或者写诗，不是谁为谁服务，而是我们一起为一部好电影来服务。导演跟制片人是很微妙的关系，最好的合作方式就是相互尊重。对一个专业的一个制片人，我觉得是适合，就像找女朋友一样。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，没有一个平台会比互联网更加自由。我觉得可能到之后，这个互联网的作用会越来越大。这个互联网影视产业，它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形态，源源不断的人在底部能够冲到金字塔的顶端去。我们在空中拍摄当场的这个画面，然后通过互联网加的技术，在微信当中进行一个分享，把这项技术真正的去推广。以后再怎么样多元化的发展，我们都一定要重视本身的内容。期待找到的合作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投资方，它是一个真正的合作方，这可以是一个三赢的市场。电影回来了，非常感谢电影节啊，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其实也是感谢互联网，然后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。这次的电影节它会更像是日出，那么它所带来的泛的微微的光芒照亮了前面的路，那么它会告诉我你可以向哪个地方走。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中国电影出发，中国电影出发，中国电影出发。